爱们，前两天我和唐子双双变阳，他烧了两天之后呢，我就也开始发烧了，两个人被折腾的是一点血色也没有，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转阴啦，转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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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完成的考试了。那现在呢，为了终结这大起大落的一年，我们两个准备盛装去吃烛光晚餐，亮晶晶大眼睛装，哇哦，够还好看一点，哇哦，这手机好好看，好像烟花一样哎。来吧，唐子，一人许三个明年的小心愿。我希望明年我想买什么就能买。那我许愿明年唐子什么都不要买。那我就许愿明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，不要生病。我希望明年我可以怀一个漂漂亮亮的胖姑娘。这么浪漫的小妹妹，快点给我拍两张照片。不是这么暗能拍啥呀？我真的是给你啥好东西你都不会用了，就像你点开微光人像，看到了，嗯，你这可以自动开启 vivo S 系列后置原彩的柔光环，它能智能的调节这个亮度，平衡我的面部色彩，特别的香槟蓝调出来，我就一整个浪漫住了。而且啊，它还有光学的防抖加持，视听也很好。再来一次，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哇